这啥大剧？怎么睡的？睡成这样被买用睡吗？霸了一张床，真的睡得好霸气，不得不说，真的肆无忌惮的这猫整天睡的。妹妹只能躺在一边睡，是吧，妹妹？妹妹，你说你怎么跟哥哥抢床呢？抢不了啊，你看他睡成这样。睡得像个醉汉一样，这傻猫。好坏，它好坏。妹妹，你出来，别在这里睡，要躺在妹妹身上。哥一会把你压坏了。出来啊！不愧是我们大王带出来的，严重带偏了。小朋友也睡成这样。皇上住几天呀？完全被带偏了。你小王最喜欢这样子睡，完完全全会有他那一招。